中国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自4月3号在北京机场被强迫失踪后，国际上的声援浪潮便持续不断。4月14号，outspoken Chinese artist activist Ai Weiwei, this image began appearing o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The graffiti was stenciled. Among them, most recently, was the prominent artist Ai Weiwei.Was taken into custody just this past Sunday. We're hoping that Ai Weiwei is quickly and safely released. 他没有做任何什么违法乱纪的这些事情。就是那不说话嘛，憋的，那不得精神病。有个小虫子在飞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比我们自由。他们这是想做什么？做最严重的情况的，最少要10年的。对不起，孩子们，我和你爸爸都对不起你们。我是被取保候审，我没有，我不能说任何东西。红的朱砂真好看啊！1522万919块5毛。在网络上，也有3万多这个网友捐款了这个900万，这个也促成了我们整个涉案能够进入到服役和这个上诉这么一个程序。这怎么会一下搞成这样了？你他妈王八蛋！别那么激动，你听到吗？老子骂你了！这是我们给您送来的材料。拿走吧，你给谁送走啊？这是我们给您送来的材料，请您转交给您爱人啊。玩意儿，再见啊！拿走。这个东西我是拒绝签收，因为我没有你们所有计算的一个原始资料在我手里。对对对，这个账我都没见，我就给你付钱。这个我怎么认他呀？我怎么成为了实际控制人呢？这么大年纪了，在等着我们。等，今天要等到。他说一定要等你回来。关于查阅税务档案的函。关于查，您又不乐意听了是不是？我还没说完呢。你陈述的时间就到这儿。我们到底是，我们两个被告，一个被告5分钟，为什么另一个被告不能说话呢？你敲碎了啊！您尊重法律吗？请问何一婷，您是否尊重了法律？我觉得北京法院你们不能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做啊！开庭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原件都不在我们手里，都没有查给我。你到底想查还是不想查呀？你审案子吗？到底想干什么？你们这法院我都不懂了。我们想质证你，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的所有原件都不在我们手里，你们。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他有什么本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他们完全不按照程序。无论是事实还是程序上，完全违法，非常羞耻的一个法庭。我们会用我们合适的方式，给这个国家一个机会，给中国的法院系统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哎呀，我还不服气呢。我还不服气呢。看镜头啊，哎，不会看镜头，走。
一阵哈。240，240啊，行。带着远处也太差了。来，给我拿出来。好。常年我就是没些吃，我觉得乱叫呀，我不会说。吃韭菜多少难呢？他因为他是。剧本现在是190多页，嗯，190多页可能会一天能拍个，呀，我觉得一天能拍30页、20页都是不得了不得了。嗯，因为演员没有时间背，而且他这个词又不是说，说这个将这个行动路线的词，他更多的是一些个理论性的词，法律条条框框的东西，他这个东西背的还很难背。头一次乔老师给我前后内容我连不上，我接不住，我不知道前头看他这儿前头忘了说的啥了，他因为太多了，我说乔老师我实在干不了。后来叫常同学老师改了一点，又说乔老师不老满意，说今天你能不能再看看，大概是用了6个多6个半小时4个半小时的时间，哎呀勉强都看完了，因为这个东西看得很乏味，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景，就在第一个场景里呢，它可看的成分呢，那就是一个视听呢，我们在听的上做得更丰富一点，就是把这个层次拉开一点。比如说，说到这个钱的问题，本来你比如说是10000块钱，可能现在是40000了，对，他可能就在这个40000这个，说这个40000的这个字的时候，嗯，做演员的时候可能语气上会重一些，然后个人感情就会淡出来些，就在这些地方渗入一些东西，对对对，渗入一些背景音乐类，对 对, 对，但是它还是以戏曲元素为基础的这种。对，当然。背景音乐。对。那中。我要是落实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可能会在下个月的1号到10号这中间，暂时这样定，因为录音还没有出来，好多东西还没有定住。啊，我你，反正你1到10号这10天时间，你先给我控着，把这个家伙和人。要么你去，要么赵毅去，别人我不相信，老严也行，都得仨，是吧？嗯，那就这，我一会儿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啊，挂了啊。什么？上二楼。啊，上二楼呢。嗯。你好，你好，嗯，好，请坐。那是我们团里打鼓的，就是乐队的总指挥，啊，就是他自己弄的那个。嗯，好，挺好。啊，你的。嗯。之前呢，那个编曲呢写过一个那个，然后呢。出来呢，它是可能更接近现代一点的这种现代的这种豫剧，可能我要的那个方向呢，就是要一个传统的。本来这个地方戏曲都是地方的乐器，民族乐器，对对对，它音色区别就很大。嗯，如果是你搞配戏，搞的这个复弦那个复调的，嗯，搞的非常复杂的，反倒抛开地方我了。对对对，我们在，这个乐曲的这个编排上呢，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说，蒲律师蒲志强，他有一个唱段，那他的这种情绪呢，是就是那种调侃式的这种情绪，在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是法官，那法官他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情绪，那他对
于念白，对于他的唱腔，那他是一种就是自证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他对于他来说，他所用的这种他唱的首次乐曲与乐曲乐器的这个配置呢，可能是又是一种真正就像你要求这一块，录音作为录音师来说，他是不会去详细看剧本的。为什么我这个咱这个剧本我就看了？就是牵扯到前期录音。录音的时候，作为录音师来说，更应该了解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整个节奏快慢。对，就是说知道了以后，并且就是啥吧，也是谢谢诸位的信任。乐队做的开始录的时候，我还要训练乐队。不光是录音，所以说就是我训练他的情绪的时候，就不牵扯录音。为什么不牵扯？这时候乐队演奏出了什么快慢速度，录音把它留下来，就达到目的了。一部戏最多的唱腔，就是达到460句左右，绝对没有超过500句的。咱这个我一看这么多，我还找了几个老剧本，反复给他对照。我又查了咱这个，一对了以后，咱这个唱光第一部644句，比平常的戏几乎多出来100句长。所以到时候这个时间肯定要长的。张小凤，老板，哎呀，亲，别笑，快点，我不下来了，坐送了两箱这个竹炭，拿了3条烟，这人家有点心意啊。女同志，愿一块竹炭，男同志愿一块烟，一会儿一会儿发一个啊。乡亲父老，各亲朋好友，明天是刘老夫人去世3周年的忌日。刘俊礼、刘润礼、刘耀礼、刘建礼兄弟四人，为了感谢多年来父老乡亲、各位亲朋好友对其母亲生前无微不至的帮助，更为回报老母亲生前对戏剧的热爱，特别请了
洛阳市豫剧团为大家做精彩演出。戏不是那么容易，你看从接到剧本到现在，我一直是我想给他弄最好，但是第一是咱们国家这个国情，这个剧本敏感性，所以说它受到一定的影响，不是影响小，影响特别大，一流的那个编剧不敢弄，一流的音乐创作也不敢接这个事儿，人家网上一查艾老师那个资料，人家说不敢弄，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你看从我几月份，我那时候永波找到我的时候，可能这恐怕最少有半年时间了，光这个剧本当了时间最长，中间我可以说是为了更好，这中间找了光编剧找了快十个，有的是不敢接，有的是水平有限，毕竟是民告官的事儿，一看这个剧本人家说是这就好像咱们国家人好多认为的是鸡蛋碰石头的事儿，觉得你咱们国家就是这个政治太敏感，恐怕是不稳定嘛，万一有什么事儿了，再有什么后遗症，给你定个什么什么罪了，他们都是怕这，说是都不敢接。我们团长也是啊，考虑再三了，我都说了多少次，人家说我走到这步也不容易，现在他是我们团的院长，是我们两个院里是个党书记，刚提上去。他说我政治生涯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万一这个事儿再牵进去有什么事儿了，我说那放心吧，我牵进去有什么事儿了，我冲到前面，我不能让你顶罪。说了，考虑了再三，跟他商量了两三次，你也算是呀。说起来咱俩关系好，算了，那我就把这事儿接下来吧。为了你做个事儿也不容易。但我再调个头，下面人也说我参加了，这底下人能不好看这工作，就这样。快来，好。哎呀，还记得就是陈院长。哎呦，这么多人。走里头吧。没有漏什么上了，真上不了。那没办法呀。这是罚金，这就是公安的，在公安的人，跟他一样。那有这颜色没？颜色有，但是有都行。要是做了，他这里都想出就行了。这不就这，不就一个兜吗？这是啥？上面是两个兜。啊，对。有奖牌。啊，对。啊，那这帽子是咋弄？帽子的借还是卖？上哪有卖？有上哪去弄这些帽子？帽子像咱们一般都是从浙江发的。那应该发几个？发这些工作人员。法官带着罚金。法官不戴帽子。法官不戴帽子，我就是罚金，罚金两名。那个能发过来两，能四个帽子。那你给我想想办法，他俩是罚金。帽子可以。那你给我表明啊，你给我表明。不是穿西装，穿上西装多有威严，多好看！说西装多好看，重颜色。名字咋写？陈大光，二中城大小的。这不可面熟，名字人儿你咋不面熟了？我会跟他们沟通，啊，然后我抓紧时间让他们弄。对。我尽量往前面赶。就是那个啥呀，简章的啥，你都尽量给我沟通。是需要的钱，这个你做都行。中。看看尽量赔齐了，给我赔齐，我都不用费劲儿。
因为这些小东西我都不知道从哪些渠道走。有点那个帽子，帽子你那个帽子，这帽子问题不大，你知道吧？主要是那个哪个，主要是那个法院。法院他那个，你要是就是配个一般的，就是光配两个。就两个斜杠，那个问题不大。啊，中弄两个斜杠一种，真是那个啥灰没有了也无所谓。它毕竟是戏曲舞台嘛，大事是差不多就行，少点啥也没啥。那中中中不中？中好。这可以吧，亚玲？可以。我觉得这种穿的随意，就是这种嘛。他就戴的稍微戴的帽子。啊，谁穿的？他三个人，一人挑一个。啊，行。你穿上你的新鞋。你穿上你新鞋啊，新鞋看那个。可以，这可都漂过，我漂过这哪个可没？要我这领子小不小？哎呀，可以，司令的都不小。可以，撕了可以。啊？我不要撕了。你看我这撕了也可以，可以。撕了可以。可以，做的可以。这个最终就是我不知道问的时候合适不合适，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在那个袋子制作出来了以后，成品了以后的对象是啥？好像剧本上提示的还有就是前这个什么公安的介入。一个税务稽查，这甚至说你这个案子的胜败啊、胜诉啊、败诉啊，这还牵扯到法院，甚至目前中还有检察院，这个牵扯的这个部门很多。你比如说，他交这个税，为啥交这个税？就是应不应该交这个税？实际上矛盾就在这里。但是我没有仔细看这个过程，所以说这剧本这对这个整个案子想真正了解，就是说到底最终这个结果败诉是对是错，这得了解这个整个过程。这个就是说不能不便于说，但是目前就是按咱的剧本上说，这个最后肯定咱是败诉，再加上咱这种形式，为啥现在又来记录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肯定是心里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哎，现在最终的结果是这样，心里不平衡。这是冰的。这是冰的，包打一个肉，这大吧，这能好点。开始听我唱，你们能跟着拉跟着拉。轻哒啦哒，来你啦啦哒滴哒。给大家汇报了，没啥一点不老贵，你愿意吧？不好，老贵不好，这是你那个公司。兄弟，你为什么真不会跟你说咱事儿？事儿，你真的不会跟说咱下礼拜了，咱给你碰的，咱们坐地摊。哦，这喝不动，这酒喝着，他不能喝那，不是那个，还脏呢。还什么？我说句话，我们河南确实做了一些。在晚清中间比较不太好的事情，但它不代表所有河南人都坏。哎，对，我说你们哪个地方没有被枪毙的人？哪个枪毙的不是父母生的？你以为怎么就是你父母生的枪毙可怜都有？河南有坏人，我弄个皮鞋也不咋的，你不能一干二路喊着王八蛋。我要夸海生，还想搞夸专业不叫你呀？你呀，充满自信的，
往下头写。不是，就那个人过来，我们计划赢了。工人，他说的，那会儿就我讲，我都在讲了。嗯，不要像你那性格一样都不吭气，以后这作曲界该培养培养。你那培养一个能够写曲子的人，我们又不在谈有火不火，你河南豫剧的发展方向。对，这是个大的，是个大的话，哎，大的框框。他写的再好或者再瞎，毕竟有人在写。我们写的再好，我们这个家那个不懂啊，这个对，是就需要去考虑一下。非常敬业的，当时咱们那个在全国都有影响力。你现在到现在，河南豫剧连个创作班子都没有。哎，这个可以。这个上个机子一家。嗯，他现在是那个啥声音吧，马头音子。哎。他是音频相声，你跟难度。那也不难。你想跟他自己说的话，自己的尺寸，到时候看不下自己说。嗯。要对我口型。哎，是。你打算是那个是？画白和那个录像是同步进行吗？同步进行的话，他说是和那个录音那个唱可能是有点脱节，可能是会不太好听了。如果行的话，可以说是画白也是提前录上，就音配像，这样会效果会好一点。所以说我们考虑是想更好一点，就是说音配像。这样去做，嗯，就是光咱们只用这个场地只录像，不要声音。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场地都定下来，因为这个场地吧，因为都是熟人。这个无所谓，这个对他感觉这个方面，说一点，咱们用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那要是这样，都这样定。这一块吧，他感觉的合适了，那就这样，好的。被告推倒，家庭原告承担费用，是所谓长外承担费用，长不做凭证，而且是严重背离事实真实性，作为税务执法专业机关。执法不严明，俺说的这个，这个没漏吗？没漏，我现在漏着。刚才那一句，大爷。这听了这一段恐怕不中吧？你我记住记住，把它分成段了，从头到尾我唱。不是，这会儿你写几分钟，叫他唱上去，你写几分钟，叫你的嗓子写一会儿，叫他那一段先给他录了。我都害怕你嗓子顶不住了，气得火。我觉得我接一下这事儿，我必须得给你弄成到底弄啥样，我尽我的最大能力去做。但是结果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真是预料不到，因为这个事儿太难了。第一次咱中国的这个太敏感了。就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有人胆小吓都吓怕我吓跑。但这个是不是主要矛盾？为啥我说这个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在啥？对方的要求就照人家的原话，对，这样记录下来，说的大白话，要用豫剧这种表现手段，这种唱来去反映着。所以找的大作家，他就是关键是看到这种东西了以后不符合豫剧这种艺术创作规律，对，所以人家不接。至于说后边刚才乔磊说那里边，比如说故事的内容啊什么东西，那还是第二，首先第一是艺术创作，对，第一是艺术创作，第二是就是这个东西太敏感，对，在某些程度上也有这种因素，不是这种因素太多了。到时候叫他对方叫他也过来以后，目的是啥吧，再研讨，一个就是从咱的创作这个路子，再一个就是说从他对方的这种指导思想，咱怎么去跟人家配合，就是做成这个故事，反映这个故事，用这种主题，就是最起码
参加创作的呀，参加这些人员哈，在一块聊聊，聊聊了以后，叫对方也相互了解你的难处，也了解我的难处，了解他的难处。但是最终这个过程，他了解了以后，他非常感兴趣，感兴趣到那个吧，看我想做这个事业，想做这个事的时候，下边要有这么多个我付出的人，多少人付出的事才能做成这个事，他更理解吗？陆青啊，你走了几十年的创业路，莫忘了喝口水吃口饼那步步艰难，几十年的创业路顶风太难，路莫走偏。伯牙院三英当，上院的三个工程纳税的总额一一算清，实际上的成本有多少？38万6705元还有零，有土瓦工、建筑工、钢筋工、水泥工、诚信装运工，还有绿化工、铺路面建凉亭、城市绿化、搞美容。我是本案审判长，叫无奈，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大家可听清，法庭人员多，行动要适宜，保持安静，严禁录像，莫触犯法庭秩序。现在开庭，能画不能现在？可以啊。啊，现在画吧，没啥可画的，没有男粉，男粉从北京那边又还没到。然后就大概就是发流动，主要好像今天是主任说的意思，就是穿上衣服，穿上服装，然后稍微照相给你这照啊，也是在这照啊。照相他就是应该随便拍一下，就是看整体造型，主要给北京那边的人看。那都快了，你这是啊，请你没啥东西，请秦淼来啊，我前面来来，坐那面，坐那面吧，里面有灯。你说坐那面，咱都坐那面。咦，来来来。你这好洗面，你再来来来来来吧。那没事儿，这个也是，这上午也是简单。看肚子小，这啥都中。这看着，这一穿过来看着见，这里也可以。赶紧找，赶紧找，是不是？这里不老。著名表演青年艺术家，刘亚林先生。很好看，很好看，挺干练的。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来吧，进来。我天，这不是我了，这。你觉得挺好看的吗？但是你自己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好看。我们都觉得挺好看。啊，我觉得还可以啊。挺好看的呀，挺大气。啊。哟。
好甜呀，这谁认识？不过也好看，好看。嗯，好，这那眼睛上都是字儿，咱能戒掉吗？可以戒掉，我还没戒了，我不知道他说。要的话就戒掉。啊，挺好看的。要是要的话，我都戒掉了。挺好看的，我觉得。没戒，没戒。歇一会儿。今天拍哪样？干啥玩意儿去了？我去，去七个。有何经验？窃听事件成欧盟工会焦点，各国首脑齐声谴责美国。先你一分钟出来啊！九啊，我自己连生活费一起在里面，我支付了有七八万块钱了，这个牙齿的价钱就是。你把开，你现在穿什么？等我穿。今天晚上演出大型古装剧《穆桂英挂帅》，由筹建唐派快枪大赛金奖获得者、湘玉杯艺术奖获得者、国家二级演员郭旭梦、李贤主演。后台演出的有国家一级演员董作潮、杨海仓、刘亚林，以及我团主要演员乔磊、董小波、杨伟霞等。下面演出开始。党对这文艺事业呀相当重视，因为这个文艺戏曲它是党的后事，是宣传党的政策了，所以培养我们这些小孩子戏曲学生，就是为了将来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扩大宣传。那个时间演员艺术家受到那种热烈的欢迎啊，尊重，我们心情愉悦啊，感觉到确实我们为党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感到觉得很自豪很幸福。现在就是为了生活奔波，哎呀，如果这一月不去演出，年轻人工资就发不下来了，那怎么办？天寒地冻，再冷再热也要下去，为什么？为了年轻人要吃饭。
我刚进团的时候，这单位效益真的是太不好，工资发到150一个月，可是后来干了一年以后，涨了30块钱，发到180。但是每年都要涨，可是一年还是那么多，还是过不住，不知道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因为年龄在一步一步长大，不为自己，我得为孩子考虑。孩子要到时候结婚买房子弄啥，我要还是靠这样吧，一个月这1000多块钱，我现在才发到1600多，这干了10年才发到1600多，房子也没有分到，单位分了几次房子，我一次都没有分到。领导们分了以后，人们卖了以后再分，挨着俺们这样，俺们跟俺们说没有。年轻人以为是机会，也没人管，也没人问，自生自灭那种感觉。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不用下乡。不是，其实下乡那个，其实下乡有时候也可以，只要不是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下，还行是吧？我觉得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团里边，包括领导们啊，就是能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拍一部戏，一部适合我们每个人角色那种戏，然后让我们得到更大的锻炼，这是我特别希望的。能够出来演出，然后不带行李不带床，然后不用天天就是想着打行李搬床，那对我们女孩来说确实特别困难。有时候住的像2楼呀3楼呀，我们都觉得我们年轻，我们小，然后我们住2楼3楼，那么重的床实在是搬不动。很艰苦一个学习过程了之后，就没在，国家也不管这个方面，安排就业方面也不行，工资也低，所以说都没人在学习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很用心教呀，我们一直在坚持，主要是觉得呀，这么多年。学习了快将近10年了，放弃吧，放弃了有点觉得那个，再一个都23、24，如果再重新学习呀，还是一个未知数，学习着谁知道学习成啥样啊，所以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坚持，这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90年代我刚从市一校毕业，来到豫剧院工作的时候，正好那几年是戏曲处于一个低谷，处于下滑的一个阶段。在那几年，这个戏曲不景气，单位效益不好，曾经有8个月不发工资。那在这期间，我去到北京电池片厂去当过替身，做过舞师，唱过歌，跳过舞，跟过歌舞团。但是最后转了一大圈，还是觉着离不开戏曲这个舞台。我的闺女我心疼，我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算卦的就怕人不信，相面的就怕愣头青，小日本害怕原子弹，美国人就怕本拉登。提出任何举，哎，对对对，提出任何举起，对对对，这是换一些，提，这多少你这是牛的，你是能唱稍微唱的，你叫控制一点。好，来开始。没事，没事，来，提，啥？正常的，你他从前边放。
证据从源头上，证据从源头上，源头一样，对，一字一个字，证据从源头上，对，你哼着要得唱着要错，你真是，这这脑子咋回事？证据从源头上，搂着听听，放放听听。哎，脚不合法，走，脚不合法是吧？脚不合法，脚不合法，来，来，脚不合法。哎呀，好，开玩笑，这水多香。并没咬对，尚未发作出结石，尚未发作出结石，拉米刀，尚未发作出结石。好，先这四句录。是专门做出明确而已，是专门做出明确而已。打针，嗯，都是我的，都是，真打一顿了。不要打断审判长的发言，好吗？到时候听取你的意见，这点尊重能做到吗？这次的这乔老师他找着我说让我搞这个咱们这个咱这个咱这个这个戏这个场景，他让我搞。当时我感觉很作难，一看看到这个词，我感觉着我非常作难，知道吧？打了几次退堂鼓，知道吧？感觉着一直感觉不好写，知道吧？后来我都是，慢慢，反正适应了吧。好像那有些那数字呀，我都把它逐渐把它一个一个把它融化进语句唱腔里头。写下来吧，我感觉还是有些，还是感觉唱起来还是还是也得到了同行们的好评吧。我感觉通过这个戏啊，我感觉的是自己。长进也不小，现在在拿着像他们其他同志在给我推荐一些的唱词呀，我都感觉了可简单可简单，和咱们这个戏比着他的唱词，我都感觉写起来很得心应手，即使有些不顺当的地方，我也感觉着非常顺手，嗯。
急奔情况说明一下。下面审查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违法事实的情况。他告诉我读的是第几页？刚才已经向你解释过了。何以听，审判长，你听得清吗？我就问问你的脑子听得清吗？我想你法庭有录音，你放出来听一下，听得清楚吗？我们的所有原件都不在我们手里。现在休庭五分钟，请被告代理人离开法庭，旁听人员离开法庭。还有这么开庭，没见过。哎，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样的开庭。原告代理人不要走啊。哎，没事，咱们休庭了。原告代理人坐在法庭上，继续坐在法庭上。我觉得何一婷应该向我们道歉。你要不要审案件啊？我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听我说一下啊，注意法庭秩序。法庭秩序全被你们搅乱了。我对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没意见，你们今天这样做我真的有意见。刚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总以为打官司嘛，那都是照本宣科了，专业性比较强了，平常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比较陌生，不太理解这个东西，但是通过看过本子以后，我对这个他们严律师这几个律师，我是佩服了五体投地。哎呀，真是他们这个文化层次高，而且反应机敏、睿智啊！哎呀，真是我太佩服他们了。这个律师这个行业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个本子它是即时性的，演员不能用太多自己的这个临场发挥啊，所以这个。比较难演。哎呀，拍这电视剧咋说呢？第一呢，他那个是属于那个律师那个职业词语，跟俺这个戏剧上的词语确实是，咋不太一样。包括那大段的背词，那确实是背不下来。你有时候录音啊，那就是看着剧本录音，哎。下来了以后，你说对着中间这有啥那个，你包括现在有些，只能说的坐到那中间有些对白，还知道他是啥意思，其他别的真是不知道他是啥意思，大体就是那回事，大体是知道。你看昨天晚上2点睡觉，早上7点开始安排工作，那边的状态什么，所有的人我去打电话去安排，再加上通知明天那个画板的人，我都得通知到。这不是一个单位，是还有社会上那么多人，还加上今上午还要安排那么多人来录合唱。你没到之前，那帮人那几个人来唱合唱，这些人我都得一定安排到。所以这就是很那个的事，得相互理解。文艺团体，你看我调度这人，那光服装是顶大的，这咱们好像河南是一流的做那个厂的人做的服装，舞美设计。道具都是从郑州调过来的，舞美是俺洛阳一流的。这些人你有些时候我只是打电话联系，他都不到场。有些那设计图那啥，这我都是通过电话联系。有些你看着我在这儿没动，搁这儿那其他的工作我都安排一下，他们在那进行了。那有些人都看不到，也其实你看到的就是这几些，其实上百人在这儿为这一个事儿服务。那很多另外这回要求的人，可以说真都是。敲雷的面子，对，你看都是教书的专家的，优秀青年演员的都是这一行。要国家一亿演员，你叫别人去用，他一个戏不念掏多少人，人家给他干吗？这俺都是这都是一级伴奏，国家一级的。我要是不是我出面，那个真是，那可不是这种效果，那都是给我帮忙的。这都不是说没有事干，没有活干，各有各的，纯粹。都是一种捧场的，接触这个事，敲雷接触这个事确实太大了。牵扯的专业团体了不起一次是拍一部戏，这连着三部戏，况且这三部戏的难度，跟专业团体说要接触那些，那是简直是两码事。从剧本上开始，到音乐创作上，到最后演员学唱上，
到演员贴场上，包括乐队的录音上、演奏上，都是难度超出我们常规的。但是截至目前都是经过努力的，都给他拿下。好像在这儿没有。啊啊啊！好像在这儿没有，然后这个鬼大不是也是六七米吗？我这鬼大是鬼大，全单不行。啊，我问你，你那个高架是多长了？一种六米，一种十米，你那轨道是直的是吧？四至两万，只要直轨就行，不要弯。六米。就要治的，对，治的要四个直的就行。我说那个炮架上不得含着一个监视器吗？你六米那远，你能看见摄像机那个屏幕？几？他走啥？啊，我走了。走。别照灯，稍微用点不再配合。就我演这个法官，就我目前来讲，我就演着演着，我就说，肯定不是在歌颂共产党。这共产党如果是这样，那就太糟糕了。但是现在表现的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受的教育不同吧，不像在国外的很多人权啊，什么都言语啊，都很自由的。其他的任何我跟你说这个政治上方面，我们不想掺和。这个案子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结案了。我们就是说想要求咱们公司给咱们演员们哈，就是我们只参与工作，其他有什么政治上的或者舆论方面的，我们可以拟一个这样的东西，签一个这个，就是能不能起到这种保护作用？当然。